我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我对自己其实要求是很严格的。嗯，我通常不会给自己打出特别高的分来，但是我要给我们的团队，我要给昨天晚上整个开幕式的呈现要打100分。因为一个导演坐在这里，他的背后是无数默默付出的人，是有无数人的艰辛的努力和他们的创意和他们的创造，才有了昨天晚上的开幕式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开幕式你让我说最大的特点，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创新，它有很多创意的点，它的规模不是最大的，它的表演也不是最多的，但是它的创新，它的创意理念表现了我们一起向未来，表现了人类在一个艰难时刻它的那份温暖，它的那份在一起面向未来的勇气，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自己特别感动的。